这是之前施工的情况，谢子康连接张江大桥一直往台北方向的拓宽工程，包括增加车道以及人行道等等。中山高交流道增设南下入口匝道要做衔接的平面道路得要先拓宽，所以新北市政府在今年二月就先进行了康连接的拓宽工程，现在完工了。议员张景豪也特地前往现场关心。这个拓宽未来它是要衔接一个南下的匝道，那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成之后呢，预计明年的一月会有一个设计，然后明年的三月会完成发包。第二期的工程会到康宁街的51巷，也是在那个伯爵加油站那边，它会有一个第二期的工程，然后明年的三月会来发包。我们的道路规划就变四线道，然后还外挂了一个那个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然后相对来说，我们的行人空间完全的被保障了，然后也有一个自行车道可以让里面去运动的时候非常方便。康宁街周边大型社区多，目前都得走希望路、中正路、里门街才能上中山高，连带的也造成大同路周边尖峰时段严重塞车。为了符合高速公路增设交流道的原则，这次拓宽工程将道路从原本的10米拓宽到14米，原本的两线道增加为现在的四线道，整条路变得宽敞好走，人行道也一并更新。而因为紧邻基隆河，所以议员张景豪也一直在争取能够利用张江大桥串联两岸的自行车道。拓宽有增加了人行道跟自行车道，未来我们积极的在争取从福德一路，从生活大国长堤社区那边把它接上来，福德一路接上来康宁街，我们有一个连串的自行车的专用道，未来从我们整个福德一路接上来康宁街，到前面的张江大桥旁边，我们来建议做一个悬挂式的自行车专用道，可以到对岸去。中山高汐止交流道增设康宁街南下匝道，新北市政府负责的衔接平面道路拓宽完成，而接续的二期拓宽，地方也希望能够尽快进行，疏解大事后地区的交通问题。记者陈慧玲汐止采访报道。